那我们先让大家签到一下好了。好，那我们就开始上课。好，那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声音算清楚听吗？得到。可以哈，好，那我们开始上课。那今天我们第一个想上的内容是这个 Hugo。Hugo 是一个算是你自己架网志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工具，而且它可以让你架在 GitHub Page 上，它可以产生静态的网站去架在 GitHub Page 上。那因为 GitHub Page 只能够允许架静态网站，那所以各位可以先连到这个 Hugo 上面。那我都把资源就放在我们的签到区上面。就不放在 Google Meet 里面了。那这个 Hugo 待会我们带大家稍微来做一下，怎么样子用它来做静态网站。好，那 Hugo，首先你要安装 Hugo 可是安装 Hugo 怎么安装呢？我这边刚刚做过一遍，我稍微给各位参考一下你先去 Hugo 的 GitHub 然后把它的 release 进到它的 release 的地方OK，这是 Hugo 的 GitHub，然后你进到它的 release 这里那你就可以下载 Hugo 的安装软体，那基本上它是 zip 档，你把它解压缩就可以了。那以我而言，因为我 Windows，大部分同学都是 Windows，那就请你下载这个 Hugo 0.99 Windows 64 bit，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呢，那会在你的资料夹里面看到。那看到之后，你把它解压缩。像我的话，我是解压缩到，就是下载到这里，然后解压缩。解压缩之后，它会有三个档案一个是 Hugo，另外是 License 和 README。那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 Hugo。
那我们使用这个 Hugo 的时候呢，我就，我们必须要先设定系统路径，所以你去设定一下系统路径，怎么设系统路径呢？就是在你的，你在这里，选设定也可以，然后选系统，这时候呢，系统的部分。哎，不在这里啊！我看一下，不是这里，系统，不是这里。来，我从另外一个地方进来啊，我从另外一个地方进来。我的习惯是从控制台进来来选系统及安全性系统。这时候它会跑到这个地方，这个算是什么地方呢？是关于的地方然后它这旁边有一个进阶系统设定，所以我应该是选这个关于然后这边有一个进阶系统设定，你把环境变数打开，然后呢，把 pass 这边打开那我刚刚已经把它加在这里了，还没加的时候你就可以新增一个，然后贴上去，把刚刚的路径贴上去，加进去就可以了。那好了之后呢？就可以开始使用 Hugo 了那我刚刚其实操作了一遍其实不太难。那我们先试一下。我现在重新创造一个新的站它预设的范例是叫我们创造 Quick Start 那我现在改创造另外一个叫 Hello 好了。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好，现在在 Quick Start 里面，我先离开。那首先你可以确定一下你的 Hugo 是不是装好了这个字体不够大，放大一点。确定一下你的 Hugo 是不是装好了那怎么确定呢？你装好了的话，那应该会有。会可以找得到 Hugo 这一个程式然后你就打 Hugo version 它会印出类似这样的东西这就代表你的 Hugo 已经装好那这时候你可以用 Hugo new site，然后这个是 site 的名字，它会建一个资料夹所以像我刚刚是 new site quick start，它就建一个 quick start 的资料夹。那我现在。我就不在 new site quick start，我用 Hugo new site，然后呢 hello 好了，那它就会建立一个 hello 的资料夹，有没有？各位看到这里 hello 的资料夹跑出来接着你要切进你的资料夹进去切进你的资料夹 hello 进去，那它已经有东西了，对不对？这时候你可以用 git init 把你的专案变成一个 git 专案，然后呢，你再加 git submodule 然后后面这一个就是你的模板那我刚刚试用过这个 ANANKE 这一个模板，我不想要用它想要改一个，所以我就改。它有很多模板那这些模板你可以在 Hugo 的模板上面看到。我们查一下 Hugo 的模板。模板叫 theme Hugo Themes Free。应该不是这个吧？我觉得不是这个，Hugo Themes 这里这里有免费的一些模板。那我们刚刚我是使用那个 ANAKE 的来建，但是我现在想要使用这个 Book 的模板所以我使用 Book 模板来。那照理讲，应该我把这个改成 Book 就行了，Theme Book Git。
试试看。哦，它没有 book 的模板啊，所以，因为它 book 的模板是一个专案，在这个 ANAKE 的模板是个专案，那 book 似乎不是。那另外一个办法，我们做一下。刚刚他会叫我说用，我看一下指令哈。应该是这个 Hugo New Scene。Hugo New Scene 啊，Hugo New Scene，然后 Name 之类的，看一下，创建，OK，Flag，我试一下啊，对 Hugo 还不是很熟。好，那他创建了一个新的模板叫 Book，所以 Sim 里面有一个 Book。OK，这个模板似乎是空的，可是我想要取得的是现有的模板，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对。来，我们查一下好了。这里应该有 Hugo 的文件，有它的模板，进去看一下。好，我如果想要，这里，他说 git submodule add，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我应该是使用 Hugo Book，而且它的位置不一样啊，所以我刚刚做是不对的。所以我现在它创造了一个错的模板，我应该把它砍掉吧？我在想啊，我试试看。我刚不小心创了一个叫 Book 的模板，我把它删掉好了。好，那我重来一次。我现在用 Submodule 去 add 一个 Hugo 的模板。那它会下载下来这个模板啊，原则上应该是 OK，确实它下载了 Hugo Book 这个模板。好，那这样应该就可以接上我们刚刚的动作了啊。刚刚我们的动作都是照着这一篇来的，所以你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一篇来做。照着这一篇试试看。好，那这样子到这边为止。好，我们已经操作到了。OK，这个已经先关掉好了。好，我们现在刚刚的这个。我们已经加了模板了啊，加进模板了。好，这是我刚刚的 history 历史记录。那接下来我要 echo sim 等于什么，然后到一个 config 点 toml 的这个指令要下去。所以我，请记得你这边最好是使用 bash 否则的话 echo 可能没有效果。要用 bash。那 sim 的话就叫做应该是 Hugo Book 吧哈，刚刚我记得是 Hugo Book。
对，刚刚这个，哎，不是这个，刚刚这边应该是加，我刚刚下的指令下到哪去了？回过去看一下。哦，对，这个 Hugo Book，所以应该是 Hugo Book。好，那我把 Hugo Book 加进去。啊，网络断掉了。啊，网络断掉了吗？OK，现在还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还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钟明初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不到了吗？好，没关系，那我们是有录影的。好，有没有人听得到我的声音？好，没断掉，很卡，OK，好，那如果太卡的话，你就先，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哈，那如果太卡的话，你就直接离开好了，没关系。那我们之后会把这个录影上传哦，那你之后看录影也可以。所以如果 OK 不卡，那就 OK。那如果太卡的话，就是你可以之后再看。那刚刚似乎是网络有点问题的样子。好，我检查一下网络吧。好，声音是断断续续的啊。如果太断的话，你就之后再看吧。我们会录影上传啊。太断的话就先离开好了，没关系的啊。反正之后再看录影，OK。好，OK。好，那我就继续做示范哦。那我现在把这一个 theme 的这个 config 点 tom 做好了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创建新贴文那我创建新贴文，就是。这叫做 page one 好了。好，那这时候在 hello 的 content 里面会有一个 page one 出现，你就可以去编辑它哈，比如说，标题，然后内文，
好，那我们随便编一下一点东西啊，那就放上去。放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启动伺服器了啊。好，那我们就启动伺服器。好，那我使用 Hugo Server D 来启动伺服器。等一下，先确定一下我的位置对不对？对啊。Hugo Server D 启动了伺服器之后，你fail to transform 这里有失败啊，所以我刚刚所做的动作没有完全成功啊。那我看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应该是 SIM 这里的问题。我的 SIM 叫做 Hugo Book。OK。所以我的 config 点 toml 也是，应该是 Hugo Book。然后呢？Submodule 有加进去，看起来是 OK 的。好，那但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出了问题啊。Server 的时候起不来。对，他在转这个 book 点 SCSS 的时候出了问题，看一下。哦，book 点 SCSS。Hugo installation 要 extended version。哦，我需要装 extended version 才可以。因为我目前装的 Hugo 版本是普通版，所以它没办法。那我要回去装那个加强版，所以我现在去把这个 extended 抓下来，我改装加强版。看来网络真的很卡。
好，那网络刚刚很卡，那我现在继续好了。那反正之后会录影上传。好，所以他说我的版本呢不是加强版，所以没办法使用这个模板，所以我去修改版本，下载加强版。好，现在改下载加强版。好，那我先把它存起来，就存在这里。好，那我把它解压缩。好，我会看到这些档案，让我把这些档案抠进去啊，取代掉原本的。不给我抠，看一下。有，刚刚那个执行档应该已经抠进去了。好，OK，这样抠进去了。我们看一下，现在的 Hugo 应该是新版啊，所以我试一下 Hugo Server D。OK，我重新启动一下我的 Visual Studio Code。好，我进来这里。啊，照着刚刚的做法，已经做到最后了啊。0.99的版本，看起来感觉没有放上去。我看一下啊，这55.52.514，5月18号上午11点。来，我把这个解开。5月18号上午11点，看起来没错。好，OK，那不然我们还是换回原本的 SIM 的做法，原本那一个做法好了，否则。原本的模板，否则它这个模板似乎没办法建起来，所以我重来一遍。我重来一遍，我创建另一个新的好了。那我不要选新模板，我就用旧模板好了。好，那我们照着做一遍。现在 Hugo version，OK，然后呢？New site 我就不要叫 Quick Start，我叫 Quick Start Two 好了。Quick Start Two，然后我就 CD 到 Quick Start Two，然后用 Git init，好，然后用 Git submodule 新增这一个，我就不要自己挑模板了。咦？也是有问题，你看。好，网络断掉了吗？看一下。对，网络断掉了。好，网络
好，现在我把这个模板给做下来，然后照着它的动作一步一步做好，就不要自己去修改。好，然后我就建一个新的 post。哎，照理讲，这里应该会有一个 quick start to。哎，没有，等一下，我们没有弄成功。等一下，在哪里呢？CD Quick Start To。有啊，进去了不是吗？先看一下目前的资料夹。对啊，我在，哦，我跑到 Hello 底下了，抱歉，放错位置，重来一遍好了，放错位置啊。好，那我刚刚起始的位置就不对。好，从这边开始，重来一遍啊。好，这样一个 Quick Start To，我 CD 到 Quick Start To。好，然后呢，我就 git init，然后 submodule 8。好，接着设定 config，然后 Hugo new post。OK，那这个 post 里面就会有我们的资料啊。那我目前没有写资料，所以我从刚刚的 call 过来一点东西好了。把这整个抠下来，放进来。好，然后就继续，我用 Hugo Server D。喂，你好。不需要，谢谢。好，那这时候我的伺服器启动起来啊。那我们的网志就看到了。那它这个网志会自动更新的，所以我们只要再去加新的 post，比如说这样，啊，那我得另外开一个在这里面，另外开一个终端机在这里面才能下指令。那这时候它又多了一个 my second post，那我一样把同样的内容给贴上去。好，OK，那这样子。我们应该就有2笔网志，你可以看到，OK，它会立即更新了。我第二个就马上放上去。中文的话，可不可以呢？我们试一下哈。好，那 POST 3就建立了，对不对？那我们试一下。好，那我们应该有看到这里，你可以读，OK。好，那这样看起来就不太有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要使用其他模板的话，可能会有相容性的问题。好，OK。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把这个 Hugo 做了一遍。
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今天使用的标题本身是中文，会怎样啊？好，看起来中文似乎可以，但是内容可不可以呢？我们试一下。这时候可以的啊，那看起来中文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的直播看起来出问题了啊，那就直接关掉好了啊。好，那刚刚直播断线，那我们继续。那这个东西待会我有录影，我会上传。好，OK，那现在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就已经把整个 Hugo 的最简单方法测试一遍。那就请各位照着这一个我刚刚所做的，那如果你没看到，就照着这一篇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来试试看。那就请先照着这一篇，Hugo 的 Getting Started 的 Quick Start 来做一遍完全照着做就试试看，会比较不容易出错。好，那现在线上的人有办法听到我的声音吗？有。有哈，好，OK，那如果继续上课的话，可以的。那你们就照着做一遍，把 Quick Start Hugo 的 Quick Start 这个东西照着做一遍，那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线上直接问我。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用讲的或打字都可以。先照着做一遍吧。架静态网志的方法。那这个东西怎么样子放上去哦？所以我想我正式做一个，我从头正式做一个，那你们也跟着，就是继续做你做的事情。那我从头再做一个，我也会比较熟。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熟练度的问题啊。好，那我现在呢就开始创造一个正式的我的 Hugo 的专案哈。那这个就叫做 CCC site 好了。那这个 site 我打算给它放到我们的 GitHub 上面，我的 GitHub 上面。CCC Hugo 哈，CCC Hugo，OK，好，那我这里就创造一个 CCC Hugo 啊，那我现在就 CD 到 CCC Hugo，接着呢，我用 Git init 创建这个站的 Git 专案，然后我把它的预设模板。ANANKE 下载下来，好，然后创建一个设定档，然后呢，开始建立我的网志，那我就不照着它的名字建立了。其实我应该可以直接启动 server，不过保险起见，我还是先建一个基本的档案出来啊，好，那我就写一个 Hugo 使用，Hugo 第一次使用，或 Hugo 入门那这时候这个
方程里面应该有个 Hugo 入门，然后我在这边稍微编一下内容，安装，那我们就把安装的部分放上去。安装的部分就是先到这里，就是下载完之后解压缩然后设定好路径，通常就可以了。好，那使用我就把刚刚我的使用记录给放进来。好，那就这样。好，那这个是使用。那这个是设定静态网站创建静态网站，未出吧？好，那就这样子。好，那我这一篇写好了，接下来我启动我的伺服器因为接下来是 Hugo Server D，所以我启动我的伺服器。这前面的这些数字是我的历史记录，所以可以不要打，就不要打是不能打所以应该是这样才对，就是前置号代表是你的命令列好，OK，那接着我就把它。启动一下我的 server，等一下我先确定一下我刚刚有没有占掉 port。哦，有我已经启动了，所以不应该再启动。不对，这是上一个站，所以我这个应该先停掉那这个两个先关掉。我才去启动。好，你看 Hugo Server D，然后 OK，所以我的站起来了，刚刚的那一页是有的那内容也是有的。OK，看起来还不错。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站 OK。那这个站 OK 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绘出成那个静态的网页那绘出静态网页的方法，我们这边都有写可以看到网站了。你可以再继续加，我再继续加一个好了。我再继续加一个。Hugo 上 GitHub 点 md OK，那他就创了一个 Hugo 上 GitHub 点 md 基本上你 Hugo 要上 GitHub 就是要设定 GitHub Pages
然后呢，用 Hugo 刚刚的这里，绘出静态网站。OK，先绘出静态网站，然后设定 GitHub Pages。创建一个新的 GitHub 专案，然后再设定 Pages，然后应该就可以看得到。好，首先我们要先让它绘出静态网站，我们先确定一下，在这里没错，用 D 绘出静态网站，那你就会看到它在 Public 资料夹里面。就有我们的静态网站，每一个网页都是一个资料夹啊。好，那我怎么看到这个网站呢？我这边我用 Dino 灌了一个叫 File Server 的东西，我先把它启动一下啊。那我现在先切到这个资料夹好了，先切到这个资料夹，对，切到 Public，才对，这里才对。好，那我用 file server 点，好，代表我要看这个资料夹。这里0000是不太对的，应该是一二 localhost 才对。OK，有看到这一个网站啊，那内容都是正常的。OK，好，那我就把这一个放上去。那现在我们把这一个网站已经可以看了那我们就把它绘出放到 GitHub 上去。好，那我们试一试。我刚刚已经做了 git init 的动作，所以我现在要去设定 GitHub 上面的内容。我现在在 GitHub 上面，我们的 CCC course，我设一个 CCC site 好了，我们创一个新的组织好了。哦，网络也有问题吗？GitHub 好像上不太去。哦，可以了，感觉有点慢。确实感觉有点慢，所以我们的直播会让我这边变得很慢。local 的不会啊，但是上去就会变得很慢。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要用。直播了那这个直播太慢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直接关掉好了。那各位之后再看录影吧。
还是会耶，功德也没有办法。不知道你的快不快，我不知道。反正播了一阵子，它就会自动又变慢。感觉它功德也没有比较好。好，那我现在来创一个 GitHub 的组织来做我的网站好了啊。OK，所以这个组织可以的，好。好，那接受它的设定。好，这样子我们就建了一个组织了。好，那建好这个组织之后就可以开始用了。所以我们先到 CCC site 去。又关了。好，我们在这边先建立一个专案呢。好，建立一个叫 CCC Hugo 的专案。好，创建出来，然后我们就新增一下哈。OK，没错，是这里。然后我就加进去，然后把它全部上传。好，那这时候应该已经上传完了啊，所以我的 Hugo 网站建好。这时候我必须要设定我的 GitHub Pages，我把 Pages 设起来，设定到我的 Master 版本里面，储存起来。那这样我的 CCC Hugo 的网站应该有，可是我不能直接写
那里我要写 public。是 public 吗？看一下哈。public 底下有 index 点 html。啊，目前还没有看到，看一下哈。public 底下有 index 点 html，看起来应该是没错，可是它还没有显示出来。哦，有了哈。啊，这里感觉有个问题啊，它的那个路径跑掉了，因为它的路径是 NX CSS 这些东西它没有抓到。我们看一下 public NX CSS，所以我应该根目录要设在这个 public 底下才可以，我根目录不能设在那里，所以。我该怎么样子更换根目录呢？它只能设 root 和 docs，可是这两个都不是我想要的。我看一下。不对，他这样子的话根本会抓不到，因为他的根目录总是在这是 RSS，这不是，这才是网站，但是它的超连接引用是引用直接到根目录。所以这样架的话，架在 GitHub Page 上会出问题。那我想想怎么设。好，我查一下。好，看一下他说 host on GitHub，然后要使用 git 2.8，这个没有问题的。有两种 GitHub pages，一种是 project，一种是 user organization。User Organization Pages 的话，必须创建 User Name，创建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或这个名字的组织。哦，要创建这个名字的专案，啊，我们刚刚使用的是 Project Pages。
可是我们应该要用的是 organization pages。好，那我们试一下 organization pages 哦，我必须要创造这个名字的专案。好，所以我重新创建一个专案，必须要叫 CCC site 才行。哦，现在连了。OK，现在我使用这个它所规定的名字来创造网站，所以我这里应该就不能。OK，我这里的话，我就要创造新的 remote。对，这感觉还是不太对。我应该把 public 创造成专案。
OK，有了哈，所以现在这样有上去，好，OK，那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第一个 GitHub 的网站，用 Hugo 做的啊。它不能放在一般的专案下。好，那所以名字像这样。名字必须要像这样。我的专案呢是这个 CCC site 的。好，设好 GitHub Page 之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好，OK，所以你 publish 的时候不要全部 publish，你只要 publish 你的 public 资料夹就好了。好，那这今天的课程内容，我们怎么样子架设 Hugo，怎么样子安装起来啊？好，那我把这个录影就结束上传好了。